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主持人小溪。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，下面四个摇椅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测定晚年是否会孤独终老？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选好了吗？答案就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项留言评论在下方，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和你选的一样。关注